80度减走40度等于40度。好，那我请那我请问你，为什么这三个角度一定会八十度？就为什么这三个角一定是这个这里？对，来看这一题，为什么西塔等于角一加角二加角三？可以回答我吗？认真教学授课，吴佩璇是补习班数学老师。面对学生，他不只是课堂教学，总会不自觉地对孩子多一份关心。因为童年时期的他，其实曾被信任的男性长辈伤害，不知如何开口向家人求援，压抑的不安致使他做出种种异常行为，人生脱序。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我们现场的来宾有一个漂漂亮亮年轻的女孩哦，小的时候呢，却因为被她非常熟识信任的长辈对她有些不礼貌的动作，所以一直在她心里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阴影，一度呢让她有点难走出来。最后怎么克服的？今天来到节目现场，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故事。欢迎吴佩璇，佩璇你好，小姐你好。哦，你看真的眼睛大大的，很可爱这样子。我刚刚看了你小时候照片，就是一个大看就觉得哦，好漂亮，这小女孩这样。所以你爸爸特别宠你，我听说。对，那时候家里经济状况还不错，所以我爸爸他就，因为我又是长女嘛，他就让我念台北市那个信义区最贵的幼稚园。嗯，然后吃好的、用好的、穿好的，玩具也很好，这样子。对，我记得那时候幼稚园那个时候，我的衣服都是百货公司的。对，就是东西都是百货公司，爸爸都去百货公司帮我们买。不过说爸爸对女儿这么宠爱，好像对妈妈又是态度不大一样。他几乎是很尽可能的想要去满足我，比如说以前我想要买什么东西，手指到他都会买。嗯，他对我妈妈就是比较是说大男人主义，就是传统的那种比较凶，比较凶，然后也比较强势。爸爸比较强势，就我说什么就做就对了，不要问这么多这样子。对，妈妈是这样态度。爸爸对他就是很不喜欢妈妈多问，是妈妈的个性是有什么我们应该要讲清楚，有点就是会问到底的那种性格，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上有一些回忆，然后在遇到一些困难点他们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就会变成很激烈的争吵。可能一年365天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好像很和乐，可是就是有这么几天吵得特别的严重，严重到我会让我忘却掉过去可能360天都非常美好的那个时光，就是强烈记忆的是那个很爆裂的冲突这样子。对对，就是比如说吵到后来他们就变打架，那妈妈不可能打得过爸爸，打赢爸爸。对，那就变成妈妈被打。对，然后你自己有目睹吗？有看到在你很小的时候，3年级的时候有一次。那在之前我爸爸妈妈就是吵架，他们就是在房间，那顶多就是听到声音，可能乒乒乓乓的声音，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我弟的电动就坏了哦，这样子。对，然后就知道说前一天确实有发生什么事情呢。对 对, 对，然后比较有亲眼看到的是大概是三年级吧，那时候他们是在客厅吵。那我跟我弟睡同一个房间呢，然后我想上厕所啊，所以我起来要上厕所的时候，对，就是我好像看到类似不知道是桌子还是椅子在我妈妈的身上。对，就是蛮激烈的，然后那时候吓到，就是退回去，就吓到我就退回去，连厕所还是都不敢出去上了。对，那隔天早上起来你有敢问些什么吗？或者看到妈妈有什么异状吗？因为我爸妈就是他们吵完架的隔天常常都是当没事。那因为很想要一个和乐的家庭，所以那时候不懂啊，就是会觉得好像多问会不好，所以你只想说那最起码大家还是维持表面上的和平，你也不要去戳破这样子。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有可能觉得好像假装没事会就真的没事了。不过你才3年级嘛，对不对？对对啊，我觉得对3年级的孩子来说确实你能怎么办。对啊，你说你跟弟弟也不会聊吗？不会耶。不会吗？弟弟跟你差几岁？差4岁。哦，差4岁。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就是会因为那时候开始有同有朋友了，那就开始往同学家跑。就是会去，是因为不想待在家里吗？所以特别有一点点啊，有一些些当然是不，因为是不太就觉得早上在家里有点矛盾，那种心情不知道怎么去抒发。那小时候那就觉得有同学
那同学的父母亲都好好哦，那当然就会想喜欢下课的时候都会冲去同学家玩啊。嗯嗯，对对，那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同学这样子，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是常常在家，然后他的爸妈就是感觉很和乐很 peace， 然后我就在那个同学爸爸身上找到就是很像我爸爸的那个感觉，感觉就是很慈祥，对小孩很好，很好，嗯，对，然后好像很宠爱，然后哦好温柔哦，好像找回那个男生的温柔体贴跟美好，就没想到在他们家发生一些状况。嗯，对，就是有一次因为很信任啊，所以有一次就是我去他家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好像玩一玩，哎，什么我同学好像不见了。嗯，对，好像跑到外面还是跑到院子，我也不知道。然后剩下他的爸爸，然后他爸就跟我说：“哎，我新买一个酒，我藏在家里，你来看看，我藏在哪个柜子？那如果你找到的话，我会有奖励。”嗯，然后说我就在他客厅啊玩，找，柜子整个都翻出来，然后再找到卧房，然后再找到厕所，然后我就说我放弃，因为真的找不到。我虽然那时候是觉得哎。怎么同学不见？可是很放心，对，因为很熟，很熟。对，后来就是，我那个叔叔他就跟我说，哦，那我带你去那个另外一个，就他们家另外一个房间。他说他其实藏在那个柜子里，然后带我进去那个房间的时候，他没有开灯。其实那时候没有，就是觉得好像怪怪，但是又很信任，不懂嘛这样子。然后就是他跟我说他放在那个最上面的柜子。所以他就抱我起来的时候，对我就是有点上下其手，就摸你，对，就是我，就是用现在讲就是猥亵，但是小时候那时候其实不知道什么，其实那时候是觉得说那个，因为他只有一下下，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一下来，那叔叔把我放下，真的就是有一种很深的羞愧，让我不敢讲这个事。然后又觉得讲人家会信吗？你后来还再去他们家玩吗？还有去，还是去，但是就是会比较不喜欢找那个叔叔了，不喜欢跟他爸爸了，这样子。他后来还有在对你有任何不礼貌？没有，就没有，就那么没有了，就那一次。对，然后后来他也对我很好，好像又是就没事，没事。对，就是第二天他也正常，所以后来我会觉得。矛盾，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是不是我问题啊，是不是我不应该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是不是我想太多，或者说这个矛盾怎么会在我的身上呢，这个感觉怎么会，这个不好不奇，这种感觉很不舒服的感觉好像是错的，那时候是这种感觉。童年的创伤与无法向家人倾诉的苦痛，吴佩璇埋藏心里，逃避假装没事，却抹杀不了那一段内心的灰色记忆，不自觉反映在异性交往上。但是我也蛮自责的，他跟我讲，我就觉得说啊，小孩子不懂得跟我们讲，我父母亲也没有去发现这个问题，这样子，我也不晓得这个影响就是给他那么深那么大。对，现在想起来真的蛮心疼的。童年的伤害这件事情，让他觉得他是不配得爱的人，是一个不值得被尊重、被好好对待的人，所以他不觉得他自己可以好好的谈恋爱。那也因为如此，他也不认为男性可以好好对待他。男生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他对于男生就是恶心，他觉得我就不喜欢，然后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喜欢男生，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他黏我黏成这样，我都问他说你我觉得我们就要有界限，但我没有多问他过去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是因为后来他信主之后，他过了，他饶恕了，他才跟我分享的。佩璇在懵懵懂懂的年纪，有被他非常信任的一个长辈，有了这么一个不礼貌的动作之后呢，其实。搞不清楚什么状况，受到伤害也不知道怎么样做，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行为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大对劲的一些讯号，所以那个时候你说你开始从他把你这样子放下地，你就
莫名的有一种很深的羞愧感，对不对？那个羞愧感导致你在行为上出现了一些蛮多异常的，像什么？就是我一段时间之后开始不想洗澡了，就是而且我很讨厌照镜子，我很讨厌看到，我很讨厌换衣服，我讨厌看到自己的身体，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的哦，很莫名，对啊，而且很深，就忽然间的，开始，而且是越来越不想。你这样大概持续了多久？三四年级，然后一直到五年级，其实都还有这个状况。可是后来是因为我发现这样会交不到朋友，因为三四年级的时候，可能我不洗澡，第二天会臭。那我会臭，小时候在外面跑跳，还是难免体育课流汗啦，我就把自己弄更脏。哦，对，然后那时候三年级就是因为我跑步也蛮快的，所以我一下课就可能冲去操场啊，然后就把自己弄很脏回来，就是想把那个味道掩盖掉。那因为我弄脏弄臭，第二天就不得不洗了啦。所以那时候其实家人也没有办法发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掩盖算蛮好的。对对，但后来怎么觉得说不行，还是得要好好的。我就发现说这样子会没有朋友，所以我就还。也因为要进到青春期，就好吧，好好洗。对，我讲进到青春期哦，一般的孩子到青春期那个身体的变化，有时候他们都会觉得怪怪的、不自在。何况你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意识是已经有点跟一般人已经有点扭曲，不大一样了。对，那时候就是会驼背，而且我不喜欢长胸部。就是会觉得好像长胸部有点羞愧。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班上五六年级那时候。我从小学到国中，就是有一些我遇到一些男生或是女生，他会看到我以前嘴巴是我的嘴唇是自然就会红润，很像擦口红，可是事实上我没有擦，然后皮肤又白白，眼睛大大，白雪公主一样，很漂亮。对，然后所以同学会跟我说，哎，你长得好像洋娃娃哦。他们其实是称赞，是我很讨厌。我不喜欢，那个是一种羞愧耶，就觉得好像被称赞漂亮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对，但是一方面我又很渴望，比如说我听到女生跟我说，哎，其实你蛮漂亮，我心里很高兴。对，可是我听到男生跟我称赞说，哎，其实你蛮漂亮，我觉得好恶心。你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怪怪的，会不会会觉得自己怎么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么矛盾？对，可是因为太多矛盾了，就是一直想装没事，我就一直觉得装没事就会真的没事。不过你到了青春期，开始对于两性之间的界限什么的更多的知道之后，才去想到说连接到小的时候那个不愉快的经验嘛。对，所以在学校跟同学之间互动出了一些状况，然后在家里头爸爸妈妈的关系好像还是持续的不好嘛。他们从国二，我记得我国二国三开始他们吵得比较厉害，然后那时候变成说是我会去当救兵。因为两个人都在很激动的时候，然后呢，爸爸会，当然两个人激动的时候，爸爸会激动更厉害。爸爸就要开始动手了。对，又要开始动手，但是我爸只要看到我，他绝对不会动手。只要我去敲门，只要我跟他们讲话，很晚了，去睡觉，不要再打了。他们就会停，我爸一定会。那你这样常常要去救你妈，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其实很害怕，也很害怕。我很害怕，因为我听到他们那个争吵感觉的时候是强烈、很强大的恐惧，可是又觉得自己要做一点，自己好像对他们，我那时候觉得我自己也陷到一个谎言里面，觉得好像自己对他们的婚姻有责任。可对你来说压力会不会很大？很大，很大。有一次就是他们彻夜吵了一整晚，然后我要去上课了。我那时候很犹豫说，就是要不要去跟我爸爸讲说可不可以不要再吵了，因为其实我救了很多次，救到我自己累了，心里很疲乏，我每次去救都是压抑住心里强大的恐惧跟害怕，去做这件事。然后我就跟他说，爸，你是不是从来都不知道其实你在我跟弟弟心中是什么样子？然后我爸问我说，是什么样子？我说你是一颗不定时炸弹。我说你都没有发现，从我上了国中之后，只要你回家，你只要坐在客厅，我绝对进房间，因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炸掉。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发脾气。其实那时候我是已经是到了一个压力梗在心里面。我
我其实不想跟我爸讲这种重话，只是我已经压力梗在心里，我已经，你就觉得不说出来，不说出来真的不行了。可是我一说出来，我又很害怕。对，其实对你来说是鼓足勇气去讲的。对，我冲回，我一讲完，可是我一讲完就冲回去房间。后来那一天，我爸妈又是一个，那一天晚上又是一个很激烈的争执，争执到我就看着我爸爸，那个因为那时候车子停家门口，开着车跑掉。就是我爸唯一一次有离家出走的那一次。然后三天吧，这样子。我那时候是一种自责，很深的自责，就觉得我会不会害我妈妈没有丈夫？我会害我这个家，害我弟弟没有爸爸？会不会我一直很想要一个和乐家，可是最后是我害的？但是我那时候心想是，可是我已经没有办法忍受了。对，我已经没有办法不讲这些话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还是静静的等候。那没有想到的是，这话真的对我爸有用。他过两天还是过三天就回来，然后好好的跟我道歉。对，他就跟我说：“爸爸，对不起你们，就是没有想到我跟妈妈的关系没有处好，沟通关系没有处理好，会影响你们那么深。就是爸爸对不起你们，爸爸要跟你说，我会回来好好的疼爱你们，我会好好的经营这个家，我会好好对待妈妈。”我会做给你们看。结果他是这样跟我讲。后来呢？从那次之后，真的他们关系变得非常好。哇，那很棒哎。对，就是从再也就没有那种所谓的，其实我到后来看，就觉得年轻气盛的时候，就是在我国他们年轻夫妻气焰很盛的时候，就在那次之后就变好了。我没有办法忍受分班，我那时候已经有觉得自己怪异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求助，因为我很没有办法忍受分离，所以我就会用很多，我就一直去找茬人家，一直跟人家吵架。其实我现在都已经忘记我吵架的内容，反正我想得到什么了，我都会吵，引起他注意或是说谎。从小到大的照片，单独照似乎比合照多。过去在家里未好好享受到爱与温暖，长大后转向同侪关系。然而内心的不安全感与怪异行为，令周遭朋友一度无法理解。他是个蛮会隐藏情绪的孩子，他也没有让我们知道，就是说他知道我们在吵架这样子，我们都是以为他睡着了。就是从这个后面的事情，其实他都知道。外表看起来很开心，可是会觉得说，会让人家觉得说他其实内心是很害怕。比如说他可能会笑的时候很大声，要证明他其实是好像会让人家觉得那个笑声是要证明他其实很开心，来遮掩他里面的很多的不开心。他从小生长的那个环境上面，我觉得是让他是比较没有安全感。他发现可能你跟他的关系会有一些改变，比如说你和他的距离会有一点远了，会产生一些变化，所以他就会采取比较破坏性的，其实目的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他是那种24小时都会一直打给你的人，他就很容易焦虑这样子。有一次我决定我暂时跟这个人保持一点距离好了，就是他一直狂敲我的门，但我在楼上睡觉，然后我就觉得，我当下觉得有点可怕。这样算起来，你在国中之前，从你小的时候的那个童年时候被人家这样子不礼貌的一个阴影，一直到爸爸妈妈不断的吵，终于到那个算是高中了，哦，那段时间你的童年、你的成长过程其实是很多压力的。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像是，我觉得我的童年跟青少年被剥夺了，很深的快乐被剥夺的感觉。对，很深。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也不知道找谁倾诉，所以我到高中之后索性不读书了。那跟同学之间相处状况呢？我变得更掌控。对，我没有办法忍受分班。我那时候已经有觉得自己怪异的，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求助，因为我很没有办法忍受分离，而且是一个很强烈的，就是
可能下课了，大家回家了，我太看不到这个人哎。你对于你所属的这个小圈圈，你有很强的不安全感啊，哈，很强，所以我就会用。很多我就一直去找茬人家，一直跟人家吵架。其实我现在都已经忘记我吵架的内容，反正我想得到什么了我都会吵，引起他注意，或是说谎，或者是装可怜，对，然后或者是反正就是无事惹事，就是要引起我同学的注意。那像这样子的状况后来持续到后来怎么睡眠也开始出现问题了？对，高中的时候我从高一开始两三天就会做一次噩梦，是，然后常常梦到就是，我最常梦见我对被推到岩浆口，而且是被自己的朋友推到岩浆口，然后被丢下去，然后或者是就是大家在一个很危险的，比如说在山谷上，然后我跌下去了，可没有人救我，然后再不然就是被推到海里面，然后从山上掉下来，常常都是这种梦，被吓醒，所以常常都长期的睡不好吼。高一高二的时候两三天一次，那时候怎样都还可以睡，到高三是最严重，是几乎到了快要天天的。我这样子状况其实会想要去怎么样可以解决吧？那时候就开始接触一些佛经，对，去让自己觉得就是好像去拜拜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心里比较平安，然后好一点，这样子。可是后来都会越来越沉重，对，然后，后来到了我高三的时候就长了满脸痘痘，高二都还没有痘痘，高三长满脸，就整个压力哈，对，那我高三最严重的一次失眠是曾经有快到一个月，哇，就是我其实没有睡，我是闭目养神，然后我还看到两个中医，就是我中医还吃两家这样子去调身体，可是都没有效，对，然后一直到大学认识一个师姐，然后，她是那种，她那个师姐是这样，她会通灵啊，就是她会跟我聊一聊，然后她说，那她要先下一下地府，然后她就在我面前能闭眼睛，然后就做一个什么姿势，然后反正那个意思就是她灵魂下地府去帮我问事情，就然后下来问事情上来就是跟我讲，你要折几千朵还是几万朵莲花去给地藏王菩萨。好，那这样子会让你的运转，这样。那我真的几千几万啊，就一开始都是一两千，后来都要到万。我天啊！但是这个平安很短暂，非常短暂。等到下一次恐惧感跟羞愧感再来的时候，就是加成，比之前更加成。所以就一直在那个恶性循环里，然后每次要折的莲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子。对，然后到后来我就生病了。生病了怎么了？就是大学的时候听到，后来有一次去急诊嘛，那个医生给我照超音波跟我说，你有一个巧克力囊肿。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到了两三天都没有吃东西，就是不舒服。他说，可是你这样子的话，那你可能要考虑腹腔镜手术，把那个只巧克力囊肿切掉。对。然后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我高中那个还蛮好的，蛮要好的一个朋友的，他们家是基督徒啦。那个妈妈一听到我要做手术，她那天晚上打给我，她就说你进到手术房，你只要感觉到害怕，你就讲上帝救我，这样就好了，你就这样祷告，这样就好了。我那时候心想着，我绝对不会用上的，你放心吧。然后第二天要手术了嘛，然后就开始要做一系列检查。然后他那时候就医生就拿来要给我签那个麻醉的同意书，他上面就有写啊什么你要后果自负啊，我吓到，我就觉得我真的会醒不来吗？对，然后那时候觉得我那时候一个很深的想的是，我的人生居然有一天是走到我没有办法控制了，我接下来好像命运就是交给不晓得给谁。对，我一换上那个开刀房的衣服，我崩溃大哭。然后我妈妈就一直安慰我说：“不要哭，其实小手术不会的，你不会有事。”我妈妈安慰我，她那时候给我很大的支持。可是我讲不出口，其实我真的太累了，我心里好累哦，我觉得我活得好累哦，我怎么会活得这么累？活到我现在，我今天要进开刀房，我今天要进手术室，那时候已经崩溃到了一个程度，是那个医护人员把我放旁边，想说我冷静一点再来处理。对，所以而且手术房很冷，对，好冷哦。然后我就说好，我来试一试。我就说
心里面祷告说，上帝救我，上帝救我。那我这样一祷告的时候，就是有一股暖流，很深的那种能力感觉从我头上这样灌下来，灌上，灌下来，灌上去，灌下来，灌上去。因为那时候开刀房很冷，对，可是我觉得身体好温暖，嗯。然后我是从崩溃大哭变成是就安静下来了，忽然安静下来，嗯，我觉得哇，我从来没有领受过这么大的平安，嗯，好平安，那种感觉很像是我后来查经文才知道，那感觉像是如露在溪水旁，嗯嗯嗯嗯嗯，对，在溪水边，嗯。很安详，躺卧在青草地上。那时候真的，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这样子就能够有这么大的平安。对，只要呼求。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又爱心，彼此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看着过往的祷告笔记，吴佩璇内心充满感激。过去汲汲营营追求的平安，终于真正寻见。但在他走进教会之前，其实绕了很大一圈。它里面就像是破洞一样，就都破的。所以，于是哦，我找到了一块木头，可以盖住我的这个破洞。但那个风口还是一直存在，所以他就一直不断吃进很多东西，可能都进入那个黑洞都消失。可能当下我不晓得我到底是讲到了，我们当下可能到底讨论到了什么东西，然后他听了就泪流不止，然后就觉得神有话要对你说，对，然后他很快就觉知了。我觉得他的内心是找到了一个为什么这些人会对他、对这位神、这位耶稣这么的依赖跟坚定的相信？是好像就是一个不会倒的神木的那种感觉。他跟我们讲说他信主耶稣了，那时候我的心里就想说：哎，那你那个佛教又不信了，然后又换这个上帝了，我看看你这个上帝能够。你看你能够接近多久啊，我看看你有什么转变。但是后来证实他确实因为接近上帝有很大的转变，真的是把自信找回来。吴佩璇自己都没想到，虽然是一个小手术，但是让他自己经历这么大的恐慌，他更没想到原来喊了上帝救我可以带来这么大的平安。所以你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手术结束你就想说要去教会吗？可那时候我师姐就给了我一本佛书，那个佛书蛮影响我的，就是他那个佛书给我的一个概念是让我觉得说，当时我在开刀房的那个平安不是上帝给的，是佛祖给的。哦，因为我念那么多经嘛，嗯，对，所以我就那时候出院休养一个月吧，一两个月我就去民间信仰皈依了。哦，反而去皈依。初一时我可能不小心吃到肉，我会很羞愧，嗯，对，我会很害怕，然后又觉得啊，那时候已经到连蚂蚁都不敢杀，哎，哦，我不小心碾死一只蚂蚁，我心里觉得我要回向。我那时候是到了所有的佛像都拜，地藏王菩萨，那时候还迷上四面佛，哦，四面佛，对，嗯，对，然后这四面佛就是我去求他。然后还要还愿，对对，不还好像还会招来一些什么。我真的有一次没有还，我真的出车祸。哦，对，后来就觉得这到底是什么啊？可是更深的害怕，每一次拜是更深的害怕在这样子加到我身上。你都已经后来拜到这么多了，你怎么又去想到要去教会？那时候就是拜到后来很无力，就觉得，那如果我因为每那时候就是每一尊佛像他们都有各司其职。这是感情，这是工作，这是就心想，可是如果我今天要一个问题是，它是综合的，它是跟工作、感情，然后又跟家庭、跟我的课业、跟未来全部都有关系的话，我要去找哪一尊神？你想说，总有比这些佛像更大的那一个吧？我就心里想的是，
我要去找那个更大的神，我要去找最大的神，我只要去求他，我只要拜他就好了。你又不需要拜这么多，这么累这样子。对对。然后，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放在心里面，就觉得我要去找哪一尊佛像最大，嗯，这样子，嗯。然后有一次是那个我的好朋友，他要去跟他的教，我的好朋友是基督徒，他去跟他教会的小组长一对一。然后那时候他其实已经跟我讲介绍耶稣有一阵子了，这样子。然后他知道我那天有空，他就问我说：“哎，那你要不要来？”嗯嗯，就是说，你就陪我去啊，陪我去听听啊，这样。我当时心想着，啊，好啊，我来看看你们的神跟我的神有什么差别。然后那个小组长就是，他就只是简简单单的跟我讲，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还是就从亚当夏娃犯罪，然后世人亏缺神的荣耀，然后到后来上帝派下耶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上那十字架。他就跟我讲得很清楚，当时是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跟我说，这才是真正的神，是，这是那个最大的，是，这是最大的那一尊神。嗯嗯嗯。然后那个在手术室里的那个平安是这个来了。哦，对，这个平安回来了，所以他加深我知道这个才是最大的神。所以那个小组长带给你很大的影响。对，他就是每天耳读，每天就利用中午下课、中午休息或者是什么休息的时间，他就会跟我分享圣经。是是是。对，然后跟我，而且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是是是。那去到教会刚开始还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对不对？特殊的经历，我又开始做了一个噩梦。那个噩梦是很可怕。那噩梦是，嗯，我梦到恶魔把我所有好朋友全部叫出来，在我面前一个一个杀掉。耶，嗯，然后推到岩浆口，又来了，又是岩浆。那下一个换我。嗯，对。然后可怕的程度到一个地步，是我一直吐痰，然后在梦里面崩溃大哭，然后吐到我的枕头是被撕，全部都撕掉，撕醒了。嗯，我就这样醒过来。我醒来的时候，我还看到一条龙，在我的面前，这样，就在那个墙壁上飞走了。嗯，飞。因为我那时候是用一个方式，就是我在梦中想起，耶稣是犹大狮子，学狮子吼叫。嗯嗯嗯。所以我一吼，我整个醒了，然后我就感觉到那个仇敌魔鬼四散。嗯嗯，对。那跟人际之间关系的互动跟以前比较起来也有很大的不同嘛。进到教会之后开始有所谓的谘商朋友。那我也有遇到一位专业的谘商心理师。哦，所以他们可以帮助你很多。哎，对齁。对，就是他可以给我很多专业上，除了他自己专业上的建议之外，他还可以跟我陪伴我一起去做祷告。嗯，陪我去度过这个人际上面的难关，是是是，还有跟父母亲的这种矛盾感。嗯嗯嗯，这全部都就是他给我蛮大的帮助的。那进到教会之后跟爸妈之间的关系呢？以前我就是酸言酸语啦，就是因为我对他心里面就是觉得很不能谅解。我会觉得说，为了处理你跟爸爸的事情，为了当你的救兵，我青少年的快乐都被剥夺了。嗯，我对他是很不能够谅解的。嗯，然后我对他常常都是脾气来脾气去，这样子。那进了教会之后，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妈妈又要开始，就是冲撞起来了。她甚至叫我闭嘴。哦，对。然后我就真的闭嘴了。后来我信主过一年后，我妈妈就真的觉得，哎，我好像不一样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我有个感动，就是在某一次母亲节的时候，去买一个卡片。那个卡片它设计成就是妈妈全能奖。嗯嗯嗯嗯，对，什么妈妈超人奖还是妈妈全能奖。然后我就真的找到那张卡片，然后我就一个感动是我要把这张卡片送我妈。其实那时候是我一个感觉，是我的领受是这样啦，就是其实我的妈妈很爱我。嗯嗯嗯，只是不是用我期待的方式。嗯嗯嗯嗯，对。有一次带我去穿一个马甲，他突然跟我说：“哇塞，你应该穿这样啊！你身材那么好，你很漂亮哎。”那那时候就是有个很属天的自信。从那一次之后，我就开始会打扮，
男生或女生赞美的时候，我就会真心的觉得谢谢你的赞美。对。帮妈妈化妆，零距离接触，母女俩关系从破碎到修复。其实做女儿的吴佩璇花费不少心思。她就是很感恩，就是我对她的付出了。那她也跟我道歉说，她之前的那些各种，就是对父母的不礼貌啦，她有写了一封信给我，我看了很感动。而我发现说，这个孩子。真的是回来了。练习跳舞，大方舞动肢体。现在的吴佩璇自由自在，过去总是穿着宽松衣服的她，因着一次次的与过去和好，躲在内心角落的小女孩美丽蜕变，活出自信。佩璇要去饶恕这个叔叔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不容易，他花了蛮长时间，当中他可能因为花一个是很一次又一次，他可能觉得说自己又好了，可是可能又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现，其实还要更深的意思他才会真的稳定。从那时候我听到这个故事到现在，我确定他现在是真的饶恕了，但是这当中大概应该有三四年吧，四五年。他很单纯的相信神可以医治他，所以在这医治的过程当中，有受到任何的痛苦、难过，我都觉得他是很勇敢的在撑下去。对，现在讲起来，大家都会笑一笑，说当下真的很夸张或什么的，然后但是我相信他是度过了很大的勇气。现在他是可以展露自己的。因为现在是可以看待自己的眼光是好的，是觉得自己是被爱的，所以他现在是可以展露自己在众人的眼前，比如说他可以去跳舞，比如说他可以去运动，然后他可以去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然后他可以化妆，他可以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不再觉得羞愧，这对他来讲是一个蛮大的突破。你会不会就想要问神说，那为什么要让这些对你来说造成这么大的阴影的这些影响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有上帝，那你为什么让叔叔那件事发生？难道没有看到我为了这个人际关系，为了这件事情后面的后果，我是怎么样的走过来，我是怎么样的去就受到那个影响很大的。对对，你难道没看到吗？难道你都漠视吗？难道这件事情就是我该承担吗？那个人就这样，没事，然后再有我为了这个事情有进食祷告，后来再有一次，在灵修的时候，圣灵就带我重回现场，重回那个我小学的那个现场。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时候其实我在那边玩的时候，我在客厅还在找酒的时候，耶稣其实很慌张，他很焦虑，对。然后当叔叔带我到那个小房间，开始对我做这个不礼貌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其实已经跟着进，他早就在那了。然后我看到耶稣在流泪。他很痛苦，耶稣很痛苦，我看到他耶稣很痛苦，那个痛苦的感觉不是他好像痛苦这件事情发生，是他好像觉得他自己死掉一个孩子，的那种痛苦。后来我看到这个话，我感受到他这个心的时候，你感受到耶稣的这种忧伤了，对，然后对，我
心里面是得到很大的安慰，可是我还是想问，那为什么要让事情发生？对，你既然那么痛苦，你出手把他杀掉嘛。当时你出手把他杀掉，你出手可以阻止这个，你出手可以阻止，对，你一定可以阻止，你为什么不阻止呢？嗯，然后我就看到耶稣，他就举起他的那个手，那个被钉痕的手，嗯，他的那个手上面是那个钉多的痕迹，他就这样指给我看。那我当下我就跟神说，我饶恕他。然后我当下做的是饶恕他，可是后面其实还是偶尔的时候会，当我就要面对人际关系的难关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会想跳出来，对，会跳出来，很想把那个叔叔抓出来再痛打一顿。那又开始觉得为什么这事情要发生？对，但是一次一次的祷告之后，到后来，到因为每一次祷告，上帝都是用他全然的爱跟平安去包围我，是，嗯，那个爱跟平安是大到我会，我可以去饶恕。我其实到后来饶恕不是为了教义要我们饶恕，而是因为我觉得我被爱够了。嗯，而这个爱也可以让你去面对怎么样处理自己的对身体的羞愧感。对对，那时候属灵的那个妈妈来，有一次带我去穿一个马甲，她突然跟我说：“哇塞，你应该穿这样啊。”你身材那么好，你很漂亮哎。那时候就是有个很属天的自信传来到我身上，然后我就穿那个马甲，在那边在镜里面前看着自己的身体，然后觉得哇，原来我那么漂亮。那我以前因为我以前都是要穿那种宽宽松松的衣服，在这件在我信主之前，我要穿那种宽宽松松的衣服，就是尽量不要有自己的曲线。嗯。对，然后从那一次之后，我就开始会打扮，嗯，然后会觉得自己其实是漂亮，然后接受人家赞美，男生或女生赞美的时候，我就会真心的觉得，谢谢你的赞美。对，那现在有交男朋友吗？现在有，现在交男朋友了，可以交男朋友了，可以了。嗯，在2015年那时候，上帝就启示我说，那一年是一个丰盛的那一年，嗯，然后他就我就看到一个意象，就是我穿着黑色皮衣，然后黑色马靴，在灯光下，然后我在谈恋爱。对，然后就在那一年的9月，我就真的遇到我现在这个男朋友。我其实我不知道我跟他交往的时候，我那一身的装扮是什么，是我事后我跟他分享我这一个经历的时候，他才跟我说，他就先愣住。然后我说怎么了？他就说你那一天就是穿黑色风衣跟黑色马靴。哇，你是说你们交往的那一天？哦，对。然后哇，这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嗯，神帮你们配好了哈。对，那我们后来也参加婚前辅导。其实我有跟他坦诚过，曾经碰过不愉快的事情。对，这个经过。对，他只给我一句话，就是我以你为荣。嗯，很不容易哦，走出来了。所以最后有没有想跟观众朋友来做点分享的？我想分享一段经文，就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但也不必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花很多的时间在怨叹人生的际遇，是当我看见其实这些际遇，耶稣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受造奇妙可畏，我能感受到耶稣就是圣经的这句话，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你知道我在听你的故事啊，尤其你在讲到说，你看到当你在童年那个很不愉快的经验当中，然后其实神都在，他很担心你，然后但他还是必须要让你经历这个过程，他让你看到他手上钉痕。我有一种很深的感触，就是他虽然会因为我们所遭遇过的这些不愉快的经验，他也难受，他也担心，他也忧伤，可是某种程度我们好像不经历过这个过程，就变成我们不一定能够有机会认识他。对，对不对？对，就是经历这个过程，你才能体会到什么叫真实的爱。对，真实的爱可以让你勇敢。对，
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个这么勇敢的故事。谢谢，谢谢你，真的很不简单。神迹对许多人来说是生命当中一次特别的经历，但是对基督徒而言，神迹则是上帝在我们一生当中工作的痕迹。在今天我们听见了佩璇姐妹生命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受伤的故事，是一个好像有点点在身上却不知道要用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将点点抹去的故事。她问过耶稣，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而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哪里？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佩璇问过，所有在生命当中遇过重大创伤的人都曾经问过上帝这个问题，包括在集中营曾经被俘虏的人。而弟兄姐妹，上帝在哪里？上帝就在十字架上面，上帝就透过与人一同受苦的记号向我们显明他始终在那里与我们一起面对受苦。这也是今天在访问的最后，佩璇分享了一段圣经的话，他说他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诗篇23篇大卫的祷告。我相信当佩璇分享他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上帝也必与他同在，这个概念就是把上帝陪伴他走过死荫幽谷的事实带出来。什么是事实？对很多人来说，受苦或创伤是事实，但对佩璇来说，他经历的医治还包括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与他一同受苦的事实。所以当耶稣将他受伤钉痕的双手向佩璇显明，我相信这一双钉痕的手也是今天安慰我们生命的手。当我们成为被上帝的恩典所赎回的人，我们不只是遗忘，不是绕过或逃避那些问题，而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以有新的生命，是他带着我们一同去面对生命里面那一个受创的事实。弟兄姐妹，这些受创的事实没有办法透过只是投入教会的服事，或者是没有办法透过一直忙于我们的工作不断的加班就可以遗忘的。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他的意思是我经过那真真实实面对那个真真实实的问题怎么办？耶稣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再是孤身一人，有十字架上的耶稣与我们一同受苦。深愿今天佩璇生命被安慰医治的故事也能够成为你生命真实的安慰。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每一次当我们向你提问，当我受苦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安静的十字架成为我们真实的盼望。若不是耶稣基督被钉的双手，若不是耶稣基督坚持以十字架的爱赦免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就没有能力能够走过死荫的幽谷。谢谢主，今天我们听见佩璇生命的故事，你如何带领他，恳求你也这样带领我们走过我们各自忧伤的痛苦。这是我们同心的祷告，愿你的安慰临到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深愿带领佩璇走过死荫幽谷的上帝也可以带领你走过生命的低潮。